好，那接下来下面有五行开运颜色哈，你穿什么颜色，它会得到什么样的啊这个磁场，都写好了。那你如果穿错了，好像这里有写哦，你这个月如果穿金色系列，就是白色的，整个如果是整身都白色的，就是消极负面，对财运工作不利。那如果穿整身都是土色系列，土色就是黄灰咖嘛，贵人管道啦，盈利模式啦，事业八字这个整体运势都不好。好，那接下来你每个月要调整的就是有下面七种。第一，正确的头像要用赚钱嘛，要用这个木色系。第二，穿衣木色系。第三，床头东方。第四，床头东方。第五，看书考试北方。食物的话尽量有木色系的，然后第七，正确二维码也要贴在东方。